韩国男星李敏镐今日喺香港出席活动，李敏镐用广东话打招呼，影相嘅时候轻松咁换 pose。李敏镐话今次冇时间喺香港玩，希望快啲再嚟香港啊！如果有机会就想去热闹嘅地方行街 shopping。佢又赞 fans 热情同斯文，香港嘅女仔好可爱添。李敏镐稍后会同 fans 聚会，今晚就会离开香港飞去上海啦。